14日，由苍井空、吉泽明步、马美由真等率领的日本 AV 女优团体惠比寿麝香葡萄抵达香港，并于今晚在酒展开唱。苍井空等成人女星的演唱会子公布之日起就引来无数期待，网友们也对此展开了热议。今日23位女优同台，基本上都是集体舞蹈，身穿改良版和服，全部玉腿外露，劲歌热舞，边唱边跳。虽然是集体舞蹈，但是站在前排的苍井空仍是十分抢眼，而且苍小姐全程笑容满面，演出十分卖力。